嘿，这里是 Cray BB， 今天我要做一个迷你地宫号又很酷很好玩的服务器。什么是服务器呢？说白了就是台24小时开着机的电脑。我想弄一台放在家里，要体积小又省电的，于是我把我的想法记录了下来。我想到或许我可以用我特别的技巧弄得更加与众不同一些。我有一台树莓派，但它太老，性能太弱了，我们要来点新的。这个是香橙派5，像这种就称为单板电脑，简称 SBC。 它和普通的电脑最不同的就是它有这种 GPIO 口，后面我们会用到。插上硬盘，我装了一个 Linux 系统，因为我打算用它来开一个 Minecraft 服务器。这ARM架构的 CPU 运行 Minecraft 服务端没有遇到任何问题。接下来就是整活环节了，我在 Fusion 360里面设计了这个外壳模型，然后呢我们就要把它 3D 打印出来。这次呢我还试了一下三维猴的 3D 打印服务，因为我自己的 3D 打印机只能打树枝，这个黑色的就是我在他们这里打印的尼龙材料的外壳。如果你没有 3D 打印机，或者像我一样想尝试一些别的材料的话，就可以到三维猴上面把 3D 模型上传上去，就能立刻看到不同的材料的选择和他们的价格。像我这个外壳最低只要9块钱，性价比非常的高。同时在这里还有 CNC 机加工服务，整体提供的选择非常的多。这种自助下单的方式，价格和速度都非常的透明，而且对于我这种内向的人来说，我很喜欢。这个尼龙材料的质感我是非常喜欢的，它上面有一种颗粒的感觉。然后我想弄得更酷一点，所以我在 BB Server 这几个字上涂了点夜光漆。我设计的是比较紧凑的，整体只有10×7厘米。接下来我就要把它装进去了，因为高度有限，所以我加了散热片和装了这种涡轮风扇。它的发热量比一般电脑是低很多的，所以即使不加这两个其实也问题不大。为了显示一些信息，我加了一块 2.4 寸的 OLED 屏幕，然后还有我的老朋友 WS2812 可寻址的 RGB 灯带。处理好一些细节之后，我们点亮看一下。我想做成那种智能镜子和深渊灯的感觉，所以我用激光切割分别搞了一个单面镜和半透镜。我写了个程序能够获取 Minecraft 服务器里面的消息，这些方法呢就是用 CircuitPython 控制 GPIO， 通过 I2C 和 SPI 来显示屏幕和控制 LED。 因为香橙派5这个板子比较新，所以我花了点功夫让它适配到 CircuitPython 里面。我适配后的代码已经提交并且合并到官方的仓库里面了，所以后面的人就可以很方便的使用。我做了点很有趣的东西，比如当有玩家进入的时候，它就会亮灯并且显示它的 ID。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 CPU 占用率、玩家在线数量、他们的游戏 ID， 还有服务端的输出信息。然后当有人在里面挂掉的时候，它也会显示一些特效。就反正创意和可玩性是非常高的，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。好的，感谢你收看这个视频。那么这就是 BB Server， 我做的超迷你又酷又好玩的服务器，这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酷炫的一个 Minecraft 服务器了。当然了，它的可玩性还是还有很多的，像是它有 HDMI 接口，还有音频接口，其实是可以接到普通的显示器还有音箱来做一些其他东西的。那么我 DIY 的这一套东西，包括代码，还有 3D 模型，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，你都可以在这个开源的链接里面看到。还有它现在就当做我们的 NC 服务器，一直开着一个 MOD 服务器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性能到底怎么样。特别感谢加利创旗下的三维猴赞助这个视频。好的，感谢你收看这个视频，那么这就是 BB Server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